妈妈宝宝你好，我是瑞莎，我今天要念故事书，叫做从头动到脚。我是企鹅，我会转头，你会吗？我会啊。我是长颈鹿，我会弯脖子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野牛，我会松肩膀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猴子，我会摆动的臂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海豹，我会拍手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哦。我是大猩猩，我会捶胸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我是猫，我会把背弓起来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好厉害，什么都会。我是鳄鱼，我会扭屁股，你会吗？你说你会吗？我会。我是骆驼，我会跪下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也很会。我是驴子，我会踢后腿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也会。我什么都会。我是大象，我会跺脚，你会吗？这个我会。跺脚，跺跺跺，好厉害哦！我们什么都会。我是我，我会动动脚趾头，好厉害，脚趾头动动脚，你会吗？你会吗？这个我也会，这个我也会，我什么都会。